漫荒遍野，万里关山，马不停蹄，扬白雪，茫茫天涯心难，披星戴月苍风露。你瘦多了，你又何尝不是呢？蓝妹，我不再让你离开我了。相见太苦，相思也太苦。蓝妹，跟我一道走，好吗？可是，我娘。我相信他终会谅解我们的。娘的性情刚烈固执，她恐怕会受不了这个打击的。如果娘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那我们的罪过可就大了。蓝妹，这么说你不愿意跟我走了？如果我不愿意跟你走的话，我就不会到这儿来跟你见面的。蓝妹，这是我们的机会，我们一定要把握。我知道。开了。贝青姐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这是给你们一次把握幸福的机会，跟相爱的人长相厮守，是天地间最快乐的事情。尤其是我们女人，依附一个男人，我们终身。就算有了依靠，不再有空虚飘荡的感觉，你懂吗？可是我娘那儿……你放心好了，我跟李公子会带你劝说的。多谢二姑娘成全我们。二姑娘，此
此恩难报，希望来日有用得着我赵一书的地方，请尽管吩咐，万死不辞啊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赵一书，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你可要老实的告诉我。二姑娘，请问，你是不是真心诚意的爱司徒姑娘呢？不错。那么，日后你会好好的善待他吗？苍天在上，如果赵一书日后不善待司徒兰，而且半途遗弃他，愿遭五雷击顶。我只是希望你给我一个保证，好好的善待司徒姑娘，否则天涯海角我都不会放过你的哦。费卿姐，好吧，你们赶快走吧。不能再和李公子在一起。如今的温飞卿有何资格再去爱他呢？日子越久，我越不能自拔。唉，还是早点死了这条心吧，免得日后痛苦。二姑娘，你在想什么呀？我要去找一个人，不能陪你同行。还是去找楚玉轩呢？季婆婆跟我爹娘都到苗疆去了，我看你还是小心一点。二姑娘，我们不是说好了一块去找季婆婆的吗？我不是告诉你我还有事吗？也许将来我们还会有机会再见面的。二姑娘，二姑娘，小翠，快走，奶奶他们就在前面呀。姑娘，这一路上我们都没有歇过，你就让我休息一下好不好嘛？我是怕一休息就跟不上奶奶他们了。哎呀，也不期待这一时半天嘛。再说，要是我真的被累倒了，躺在地上，那你还得背着我走，不是更赶不上了吗？好，你有理。僵了耶。姑娘，你怕不怕？我就知道你又是想李公子。这一路上小姐思念李公子，像这样嗤笑，也不知道多少次了。姑娘，咱们该上路了。怎么，你倒催起我来了？我是为你好嘛。这怎么说？您不是怕老神仙他们会先夺了那个宝藏吗？所以急急的想要赶上他们，好偷偷的拿到了那个宝藏图之后，再博得李公子的欢心呢？
不许你胡说。是不是我说中你的心事了，小翠？姑娘，咱们快走吧，老神仙他们还在前头等着呢。要是他们先拿到了那个宝藏，那以后你怎么跟李公子交代呀？你逃吧。依您看，这个藏宝的地点一定要深入苗疆。不错，一路上难道你们没有发现苗人一直在暗中跟踪我们啊？你们不要紧张，苗人没有摸清楚我们意图之前不会先动手的。啊，老奶奶，那你有没有认出是哪方面的苗人呢？苗疆八童。啊，苗疆八童？可是这儿不是属于苗疆八童的地盘啊，他这么远的地方就暗中盯上了，那苗疆八童一定得到了什么风声了。咱们深入苗疆来寻宝，苗疆八童可不是笨人，他们会用脑筋想到这方面来的。那这如何是好呢？我跟苗疆八童有点交情，凭我的老面子。有人啊！在这儿歇着吧，也好，就不怕有野兽了。什么人？是奶奶。秋霜。奶奶。秋霜，你到哪儿去了？害得奶奶为你提心吊胆的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奶奶，我跟小翠一路上找你。皇上眼里呢，我跟小翠好怕。奶奶，傻孩子，见到奶奶怎么反而哭了呢？奶奶，老神仙，姑娘她是在撒娇。撒娇？来，秋霜姑娘，能见到你真高兴。别怕，有我在这儿。哦，温少主，你的胆子倒挺大的嘛。小翠儿，不得无礼。是老神仙。老奶奶，我看他们也累了，让他们早点休息吧。是啊，这猫屋让你们祖孙睡，我们呢，外面凑合一夜。是啊，那就委屈你们了。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没关系的，少卿啊，出去生活。以后有你看的了啊。这是什么呀？蛮好玩的。这不能送。秋霜，这里面有藏。不给就不给嘛。我困了。困了。坐一会儿。小翠儿，给姑娘铺床去。是。神色不对呀，会不会有什么阴谋？我也这么想，会不会跟藏宝图有关系？会不会是李明孝派他来卧底的呀？那我们得多加注意，
免得入了宝山还空手而回，那不是空欢喜一场？嗯。来，搁在这儿。出息的东西，生了火，你守夜。我。小琼。嗯。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们家姑娘现在不晓得在什么地方。小琼，既然你睡不着的话，那干脆。你来守夜啊！啊！哎哎哎！啊，住手！这封信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啊！我又不是偷来的。你是什么人？在下是神算子招财公子。邵万才，这塞外一棒，草上飞，邵老爷子是你什么人？哎，是生我养我的老子。你有何凭证？铜牌为证。好。赶紧送吧。是。请坐。谢谢伯父伯母。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差点造成一场误会呀、啊！哎，我觉得这样才够刺激呀、啊！贤侄，不远千里入关，所谓何事、啊？下聘而来。嗯，我还要看一看冷姑娘。正巧冷香啊不在家。啊？哎。这我记得，这个十几年前，家父给伯父伯母口头上，答应过这个秦晋之盟啊。不错不错。那他现在人到哪儿去了？江湖历练。哦，哦，那小侄要告辞了。哎，这个，家父啊。是啊，抱孙心切呀、啊！哦，嗯，我要不远千里，我也一定要把他找到啊！哎，少安，我们走。是，行。哦，对了，这个聘礼呢，就留下有黄金百两，夜明珠两颗，兽皮一件，还有宝剑一对，就请收下啊！告辞，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就是那条路，那条路恐怕是不大好走。啊，谁？哈哈，哦，八总，八大官人，老神仙已经睡了。倒还没有，正在跟秋霜姑娘叙家常呢。哦，说的也是，秋霜姑娘失踪了两天，你看老神仙急成那个样子。哎，你们两个护法怎么还不去歇着？在这站着干什么？老总管，我们俩是在这儿往前看一看，计算一下时日，大概还要有两天的路程，咱们才可以到苗疆八同哦。哦，这么说，你们二位来过这个地方啊？那是。很多年前的事情了，我们陪着老神仙呢，
到这儿来拜见他一位师姐。哦，怪不得老神仙来这深山峻岭的地方就像走大路一样的那么熟悉。郝总管，你是在这个冷月门里边舒服惯了，这一趟出来嘛是有点吃不消啊，不太习惯。说的也是，出来跑一跑啊倒蛮有意思的。哦，有意思。王总管，有意思的恐怕还在后边哦。对。哎，你说这话好像有什么意思啊。王总管，我们这次跟老神仙出来可不是游山玩水的，说不定马上就有杀人。所以说这一次说不定出来容易回去难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出来是寻宝，不会跟谁斗。我告诉你，就是跟自己人。自己人？你是说宁西门的人？哼，八总管，算你真聪明啊。八总管，温家的人阴狠莫测，在江湖上是出了名，我们要是寻到了宝藏就要特别的小心。据我探听出来，温家的人跟苗疆的人时常有来往，到时候他们来个里应外合，恐怕咱们就要吃亏呀。嗯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嗯，那这么说我们还是快回去护这位老神仙。不话又说回来了，老神仙也并不是好惹的。不，我想他老早就有了防备。这个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。好吧，那么我们就轮流守夜，你们二位先请回去，我在这儿附近巡查一下。好，那你就偏劳了。哪里。请。林中人应当以武德为重，为什么要勾心斗角呢？不用做了，我还有事，给我切点卤菜，带几个馒头，包起来，我在路上吃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您等一等啊，马上就好啊。嗯，你是楚玉轩？跟我说话吗？我是我是，你长得有点给他像。也不是，你喝醉了。喝醉了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还要找楚玉轩算账，要给陈东阳、苗芳香报仇，我怎么能够喝醉呢？陈东阳、苗芳香。
他们不是已经死在温飞卿的手中吗？他怎么说要替他们报仇？这个人是谁呀？哎，客官，您的点心。谢谢你。这够了吧？哎，够了够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客官，我得叮咛你一句话呀。什么事啊？啊，前面呢就是苗疆地带，一路上啊非常危险，您啊要特别小心的，能忍着就忍忍吧。谢谢你。哎，啊对了，我想问你一件事情。哦。这阵子有没有几个人打这儿经过呀？几个人？都是江湖中人。江湖中人？哦，有有有有有。哎呀，这些人呢，在这个地方啊，还真是很少见到他们的啊。谢谢你了。好，您慢走，慢走。哎呀，这要前辈，咱们没迷路吧？我活了大把的年纪。看图识路总该比你强些吧？啊，是是是。秋霜，你要是累了，大家坐这儿歇会儿。好，我到前面去看看。秋霜，要不要喝点水？不用了，我们自己有。秋霜，别害怕，有我陪在你身边，不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听你的口气，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啊？这可就难说了，这苗疆之地，随时都可能发生事情。我可不是吓大的。温少主，我们家姑娘她愁眉不展，她呀是在想念一个人。谁呀？当然就是李明孝，李公子还会有谁呢？哼，小翠，姑娘，你看他那个献媚的样子，不整整他不舒服。不许胡说。哎，秋霜啊，其实你也用不着成天硬绷着那张脸，让人看了也挺难过的。再说这李明孝这个人也不值得你那么思念呐。哦，为什么？他只不过是一个很平凡的男人，他不能跟你匹配呀。这不但有辱你秋霜姑娘，也有辱冷月门的人。依温伯母的意思，我该匹配谁才合适呢？这不是我夸口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呐。近在眼前。两位为何发笑？我笑温伯母老眼昏花，这儿除了温伯父，哪有男人呢？这，你。也不照照镜子看看，谁才配呀？气死我了！你这一路之上伶牙俐嘴的，受了你不少的气。你再这样，我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你。哦，怎么？你还想打我啊？你看我教不教训你？住手！一路上翻山越岭已经够辛苦的，居然还有精神打架。你们听着，谁要是不肯听我的话，就请便。老前辈别生气，小孩子嘛。我们走吧。啊，还要走多远？前边有个村子，村民很友善，今儿个就在那儿过夜吧。Thank you.
这消息囊中，原是李明孝的藏宝图。我希望物归原主，老神仙顾不了这么多了。您是要我顺着原路把它交给李公子？小翠，我知道这趟路对你来说危险重重，可是我除了你，我没有人可以托付的。李明孝失则藏宝图，胜过生命。我能帮助他，我很高兴。姑娘，您平时待我亲如姐妹，这也是我应该做的。我现在就去。小翠，你一路上留有记号，应该不难找。姑娘放心，小翠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把这个藏宝图亲自交给李公子。只是，如果老神仙发现，就苦了姑娘了。顶多责备两句，我没关系。您还有没有什么话要我转告李公子的？就说我很好。那我走了。小心巴士接他们。妹子知道。是我，追！这奶奶千万不能伤小翠。小翠，上哪儿去啊？我的事你管不着。哼，好一张伶牙俐嘴。这一路上我受了你不少气。现在秋霜不在这儿，我要好好的教训教训。哼，你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把小锦囊给我交出来。什么小锦囊？还跟我装蒜？不交出来的话，自个儿搜。嘿！少主，你看，你们是？哦，你们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帮忙，是不是？你们尽管说好了。你不能把他带走啊！他是我老婆。你。惹你们总可以吧？谢谢你。好了，你一路小心。知道，告辞。哎，客官，这坐，这坐，坐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拿壶酒来。啊，酒？我有的是银子，爱喝什么就喝什么。拿酒来。好，是是是是。酒来了，酒来了，小二，哎，好好，谢了，好，慢走啊，好，慢走啊。
终于找到你了。你不是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被女人打这倒是头一遭。小二，哎哎，来了来了啊！哎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慢走慢走啊。此路过，留下买路去。好，原来是强盗啊！你可真遇上强盗的祖宗了啊！啊，废话少说了，乖乖留下你的财物，饶你不死。嗯，要钱呢？哼，好，有本事就过来拿吧。总算是让我遇上了。走，你要干什么？老实告诉你，我不是强盗，我要找的就是你。找我？找白骨三煞的人。快说，陈东阳、苗芳香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还要找他们呢。你还装蒜呢？啊！我看不给你吃点苦头，你是不会说实话的了。快！快说啊！我们楚公子还等着我们的回信。楚公子？哪个楚公子？四块玉之一的楚公子。原来你们是楚玉轩的手下，好，我找他报仇。长风大啊，你说话也不怕闪了舌头啊你啊！神通豹的面前卖的，刚才是我多喝了点酒，要不然会栽在你的手里。哼！说，告诉我，楚雨轩在什么地方？他不找我，我还找他呢。他就在通往苗疆八同路上一家客栈里。哼！杀了我师兄妹，还想赶尽杀绝，把我们白骨三煞都要死在他的手里。好，今天我先杀了你，再去找他算账。哎，申大爷，您慢点动手。这陈东阳、苗芳香不是楚公子杀的，我们楚公子也正在找他们呢。别再给我耍花样，我不相信。住手！我相信。您是什么人？见不亏，拔刀相助。你不是楚玉轩的，你太抬举我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陈东阳、苗芳香不是楚玉轩所杀。哼，管闲事不会有好下场。接招！嘿，嘿，嘿，哎，哎，好，后会有期。我查明白。哼！多谢公子相助，请问公子尊姓大名？不必问我姓名，你的伤势如何？雕虫小技，算不了什么。听说你们要找白骨三煞？是，我们要找他做一个见证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他们都已经死了。真的死了？是谁杀的？是当今四大门派宁兴门的温家温二姑娘所杀。
楚玉轩派人追寻陈东阳和苗芳香二人，结果得知被温飞青所杀害，心中忧喜参半。秋霜偷藏宝图的事被温家发现之后，将陷入什么样的危机呢？小翠儿能及时将藏宝图交给李明孝吗？请继续收。